它整个内部的空间又是用很大面积的玻璃，然后那边还有一大片绿覆，然后里面又是一个斜坡，一个很大的斜坡。它那个恐怖声音没有，现在我声音变超大声，我现在变得还有点紧张。然后它带我前面地板上有一个和美术馆高美馆合作的一个巨型的那个马赛克拼出来的，叫90度回旋，那是已故的、已经过往的艺术家叫陈其观他的作品。现在列车来了，现在列车声音非常大，所以我讲话又可以变大声。今天呢，我们来到，刚本来想喊手指，想说既然已经在拍了，就还是不要喊手指好了。如果你读得懂汉字的话，也曼吉耶威应该就这样。这是美术馆车站。为什么要来这边呢？因为高中到大学的时候，玩过一款游戏叫《A Train 9》，A 列车九。我发现这款游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那我铁道要赚钱哦，我是靠炒股票赚钱，就炒股票，炒很多股票，然后再来盖铁道，再来盖地铁。但在现实当中里面，我是个卤蛇，我是一只股票都没有，规划都市要长什么样子啊？还有那种铁道游戏啊，我很喜欢玩，我不喜欢打打杀杀，我这个人就是那个非常和气的，我唯一会打打杀杀就只有食物而已。铁路地下化哈，目前像有主要两个迷思啊，第一个就是哦，为什么台湾我们高雄啊花大笔钱铁路地下化之后，还要在路面上盖轻轨？第二个，哦，这个铁路地下化它是不是就等于那个台铁捷运化？因为我讲这大部分它其实是站在反对轨道运输的立场。那我就讲一个好了，如果有铁道的话，当初为什么还要盖高铁？我如果这样问的话，大家会觉得我现在是脑残吗？高铁和台铁本来就不一样啊，那这个想法就对了，因为高铁和台铁，虽然我们台铁可以一路从高雄搭到台北，从左营可以搭到台北，但它和高铁当然定位不一样了，因为高速铁路和一般台铁速度根本完全是不能比，它服务的站点、服务的对象完全不一样。那反过来想，我们其实台铁服务的对象和捷运服务的对象和轻轨服务的对象，它的运送距离和它那个特性和都市中的那个特性其实都不一样。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地下化沉下去之后，它其实就是把整个都市的交通的空间，它把它变得更立体了。那这其实对一个都市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跟我们现在不会说我们已经有平面道路了，为什么当初还要盖国道1号，还要再盖国道二号？我们不会有这种疑问嘛？美术馆车站啊，它可以说是古山区最大最漂亮的台铁车站。虽然已经天色暗了，不过它是一个斜面，它是一个绿地嘛。然后整从车站里面，它其实都是大量利用的斜面。嗯，待会进入到车站里面，大家就看得出来。铁路地下化就叫做捷运化吗？就叫台铁捷运化吗？其实并没有。你如果目前哦，我们铁路地下化的站，它变成通勤车站，主要的站点都还是左营，然后高雄和凤山这些通勤站中间有些站点，像是我这边有古山、有内围，然后有美术馆站，也有三块厝、科工馆、正义站，一些班距其实要大概差不多30分到40分钟，就你就算搭区间车30到40分钟啊，你对一般你如果是利用通勤的话，30到40分钟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它目前这状态其实距离台铁他们说要做到捷运化一样，其实还是差异还有很大段一步距离要改变。哦对，他可能会说，哎、欸，怎么在里面吃东西？高铁里面进站不能吃东西哦，可是台铁可以。吃到这边，哦，到这边都是啊。目前即刻可以改善，那是加密它的班次，然后第二点是透过它的号制控制，让它的轨道的运输容量和运输效率可以再提升，这是我们认为台铁现阶段就能够做得到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我们花很多钱做地下化之后，这些东西它应该提升了，把它变成捷运化，或是旁边的路网把它补足，这是周边的人行环境把它优化以外，这些东西没有做到的话，它其实真的会很浪费钱。那我们是站在专业理性，然后专业政策来监督我们高雄的轨道系统，也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是一个觉得高雄不应该都只有摩托车、干爹、摩托车、干爹、屌啊这两个可以选的话，那你应该要支持我们来选择一个真的能够理性监督我们的大众运输的年轻团队。其实很多人反映他在铁路地下化之后呢，感觉是多了一条捷运，但是其实这个距离台铁捷运化还有很长一大段距离，铁路地下化是高雄一定要走的一个过程，它对我们高雄的发展意义也非常。我有看过一个数据，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是美术馆站，这站非常特别，部分是所谓美术馆，西侧就是内围地区，啊，两边地区它其实就是被当时的台铁那切割开来。你去看它平均的村里收入来讲，两个地区是在光谱的极端，一个是高雄，就是收入平均收入很高的，一个是平均收入是真的是相对末端，比较基层的、比较劳工的那种。那当然是我们希望这铁路地下化之后，它能够带，不管是都市的风和，不管是除了景观意义上的风和，
我们希望能够带来社会意义上的丰合。那这也是和都市设计啊，然后城区活化、和外的迈向生态交通，这是我也非常想要做的。那因为现在又非常安静了，我们最后节目的尾声还是要吃个东西，这个烤玉米，它是那种珍珠玉米。如果也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以后朋友因为一件事情他哭了很难过，你就跟他讲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玉米，越哭越像猪。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继续吃，继续吃。哦，应该可以接受吧？哦，这只剩下我们，蛮寂寞的。